这是你第几座？第三。第三座呢？耍来够上面新的计划吗？脑筋一片空白呢。看很多人都等很久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等。专辑名称很重要，这张叫什么？带你飞，是不是嘛？我们会注意，我们下次会注意。我就是应该要得啊，我这么累。我刚是不是太激动了一点？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回来了。GMA Hit 荣耀金曲35，7月13日下午5:30就在台视。